农业委员会同前主任委员作揆，恭请院长颁赠奖章。我们在宴会召开以前，用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很隆重的仪式来表扬农委会前任的主任委员洪教授作揆乡。我能够代表政府颁授洪主委一等功绩奖奖章，感到非常的荣幸。我想今天早上我们这个奖章的颁授典礼，不但是我们同事来得很踊跃，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媒体的朋友，大家起得这么早啊，能够这么多来采访，可见各位跟我们都一样的，一方面要非常肯定感谢洪主委在农委会任职两年半来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以依依不舍的心情来跟他暂时的话别。洪主委从民国86年5月接任行政院农委会的主任委员的职务以来，时间虽然只有2年多，但是他的建树非常的多，贡献很大。洪主委他是学者中从政，他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国家的农业在整个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跟挑战，他有非常清楚的非常深入的了解，同时他也了解到我们农业在面临的整个国际自由化全球化的冲击之下所受到的很多的一些困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黄主委在任内他提出科技资讯以及我们的品牌作为农业发展的策略，所以他致力于提升我们农业科技的水准，加速我们农业资讯的整合，以及来推动农产品的附加价值的提高。我想任内他有很多对于我们农产品的运销、农产品的生产、运销等等都有很多创新的做法，而且也获得非常好的绩效。谢谢。